身上边，都喺我哋嘅身上边，呢份嘅爱，亦都系一样有大嘅力量喺度。
家侍奉，我哋每一嘅生活，我哋所聽到嘅聖經亦都一樣。佢仲要提醒我哋，佢話佢愛神嘅力量成為咗我哋生命路途上面嘅明燈，我哋嘅支持者，使我哋咧係越嚟越渴求追求佢。佢話：我希望我哋都大家能夠回應上主特別耶穌基督喺我哋身上面嗰種嘅力量，因為耶穌基督藉著聖神咧係不斷咁樣進入喺我哋自己心裏面。跟住教主亦都提醒咗我哋，佢話：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咧係加強我哋世界上面行走一條聖靈道路嘅方法？當然，教主就提醒咗我哋。話愛係可以產生聖情，真係嘅。如果大家能夠收喺愛裏邊嘅話咧，你自然咧，你會回應神主嘅呼喚。咪點解咧？係咪因為如果你能夠多啲聽聖經，多啲領受聖事，多啲喺聖體聖事裏邊實踐愛主愛人，哇！如果真係～在祈禱之中，我們要愛主愛人的話，因為愛主愛人是源於耶穌基督。教主也提醒我們，我們都要生在愛的文化裡面，好像一棵樹一樣，天主種了一棵樹出來，然後發芽生長，然後一棵樹才可以發放得出愛的果實在那裡。所以他說真的要有愛才可以產生一個聖召，冇咗祈禱，我哋真係冇辦法咧，係明白聖經裏面嘅説話。我哋願意將聖經裏面咧放翻喺我哋嘅生活裏面。第二樣嘢，佢哋同教主亦都提醒我哋點樣可以讓聖召喺我哋身上面可以成長，或者喺我哋嘅朋友喺我哋嘅子女嘅身上面。佢話潔淨嘅身心非常之緊。如果我們能夠將我們自己交付出來的話，讓聖人聖言是一日一樣進入我們的內心裡面，讓聖言在我們心上面，它一定會產生我們那份的喜樂，有喜樂有愛，我們自然會影響著的呼喚。其次，它也提醒我們關心別人，愛主愛人，它是一個關懷，它是一個關懷呢，就是我們建立一個團體的秘訣。如果我們能夠關懷其他人，我們將我們希望的種子不斷地播放在我們自己周圍的兄弟姊妹的身上，真的要說聖召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一種關懷。其實是一個神徒，一個修女，不是只是為他自己的，是為了別人。所以那種關懷呢，是可以帶起了自己帶到其他人開始尋求聖召那種的力量。最後他都提及到團體那種的見證力量，在這裡他特別針對家庭的方面。他說聖召是源出於家庭，其實他教主是不同，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緊要的。他說聖召就最緊要就是在我們家庭裡面有個好的見證。他說家庭裡面那種真誠那種的愛，真的引入了每個聖召的種子。所以家庭能夠見證愛為教父，所以作為父母的時候，我們時都帶動我們自己的子女，我們自己以身作則，我們願意關懷其他人，我們願意教会，我们一种自我奉献的精神，其实都是本身的一种自我奉献。他们为养育自己的子女，他们献出很多，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将一种自我奉献的精神带给我们自己的子女。自然，我相信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一定可以引入了这个圣召的种子，让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接受我们的见证为主，出自己的生命，而行走呢條聖約道路。所以，為咗你哋
首先我哋回應教宗嘅